颜色真的一模一样。那、啊、不然呢？两个都是芥末的、啊，跟那个都是芥末的香味、啊。我的天啊！这演技哦，好好演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几眼睫毛震动的好厉害哦。我觉得他前面有那个哎，他应该是瓦莎比，他鼻孔有点像，稍微在震动。我觉得我们以后都不用怕十秒落泪这件事，我们只要吞一口瓦莎比就可以了。黄心姐，换你了。真的吃这么大颗？我可以开两口吗？可以。要全部吃下去呢，整块整块哦。你看他想要分两口吞下去。他鼻子红了。他流眼泪了。他流眼泪了。他流了。你有一个诚实的身体。对。他鼻子整个瞬间红了。你有一个不会说谎的身体。诚实的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是演技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对啊，你看他的眼泪快掉下来了。我觉得他超强。没有，他很甜。含着眼泪说他很甜。哭着说好吃，感动好，正常的。黄轩是一定知道的，对，他一定知道。先把撇掉了，我知道是正常的。黄轩知道是正常的。好强！我超正常的，真的假的？超强，是不正常？可是你鼻子那个鼻子涨红哎，我有酝酿情绪的好吗？哦，照理说没那么快，他是在演显的。影后要暴走了，要暴走了。他演的好像吃辣的感觉哦，要暴走了。他是得过奖的。北北有事吗？北北。你该不会酱就有咸的吧？是顶到咸的吗？好吃极了哦！我觉得他是咸的。愁死愁死！不要这样子啊！不然你就让我放一次。不要给他。太快太快太快！太假！太快！太假！烂透了！你要让我吃吗？我现在猜你是曾慕晨，那你觉得是 Selina 吗？你做最后决定。完了，真的，他有清楚的确定吗？清楚的咬一半就好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想，因为我可以耍一下大憨。来，快点，我们来吃肉肉。不来，我可以吗？海胆。听说这个助理是挡不住的，挡不住，挡不住，挡不住的诱惑，挡不住。曾慕晨。这个真的很帅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很恐怖，打不住。看哪了？彩绘起溜溜秋秋。我知道了，对，我都知道了，怎么样？也没办法演了，真的挡不住，真的挡不住。我跟你说，这一局你要扛，我这一局我要扛。你为什么 hold 不住？喝汤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配这个音乐？不用吃完吧？两口，不用吃完，不用吃完。还是很害怕。慧妹姐，你刚刚是加冷水吗？说你会害怕。来，演员准备。好，我其实很怕酸呢，啊，要命，真的。啊，我开始流口水了。有，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我很能吃酸。酸，嗯，真酸，压顶都猛啊！耶！可是刚看你犯泪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瞄？很不瞄，因
你都犯累了，可是你好厉害。他压得很好，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醋栗是压不了的，所以你后面的回那回呛，我到现在还有口水。回呛那一点被我看到。